谢我小家的片哦，谢谢 Yuki 的热气球，谢谢宝。小家，你不知道我会弹钢琴。谢谢宝贝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 Double 的礼物，谢谢 Double。谢谢小家，谢谢谢谢 Yuki， 谢谢。还有咱们的牛普哥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Hello。帅呀。Hello Hello， 你好。好，那你坐吧，你先惩罚。好，我开始，我开始坐。这好吃吗？对，在我的小房子里面。啊，好夸张啊！看家伙。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大家没点关注，点关注哈。Yuki， 先 Yuki 六六六，你又变成 Yuki 了。Yuki Yuki。大家没加粉丝灯牌，加粉丝灯牌。好帅！给我拿一瓶王是吗？你知道我们认识多久了吗？我们这一群人。他们说你们认识三年了。啊？岂止三年？那抱着别让他猜呀。那是多久啊？我跟我对象是我们今年是在一起五年，然后我王胜峰、李潮。我们几个是就是还没有抖音的时候，六七年之前，在某小手视频网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，然后到现在我们都住一块儿，就住一起了六七年了。我真的特别羡慕，我就这样的友情，这样的感情，就你身边有闺蜜吗？我有啊，我有，但是没有这么长。嗯，我们就是高中，我们才高中才开始，到现在才不到五年呢。嗯，特别棒，哎，你是在长春是吧？对，我现在在长春。我这边有人问你有对象吗？我没有对象。嗯。哦，就是说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有什么奖励吗？啊？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是在这个屋子里面的吗？嗯，喜欢什么类型？也有没有在这个屋子里面的都很多。说吧，你喜欢什么类型？我身边朋友很多。就哥哥这样的其实就挺好，挺帅的。陈绿这种行吗？哎，于少怎么买菜那么谁？陈绿啊。好坏，对你还真是学坏了。绿绿就感觉不太合适我俩。嗯，那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呀？啊。我喜欢，就感觉哥哥这种就不错。啊？啊，对，那个挺帅的。哪个哥哥呀？你跟我说说。刚刚那个。哪个都行，就这个屋子里面的，我感觉都很帅。不行，说这个凭什么不能说啊？这么帅，凭什么不让我说啊？谁呀？你说谁呀？你说呀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不是，都想要。哎呦！就我感觉，就我不想做选择，就能要的我都想尝试一下。啊！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就是说，宁缺毋滥，宁缺毋滥，哥哥，我是一个特别好，我是一个非常有难得的男孩子。嗯。嗯。好，我感觉，那我感觉我哥哥在给我下套呢。好好好，哥哥，那你慢慢吃。好，就细嚼慢咽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哥哥，拜拜。那我下次再来找你玩。好。好，我叫你去那个。我哥哥真好。去南京玩吗？我北京。哎呀，你先别在那个做广告。嗯，对啊，我就在那里。这可以做那个，应该可以的吧？可以的。可以啊，手机哥，我想看一下他那边。但是你想他甜，我是要割哎。对啊，你还不够程度啊，你也不严重。不严重，但是油就很明显。哎，你这个岁数怎么开始油？你管我！我要得痔疮了，你发现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有事儿吗？什么呀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大家加粉丝灯牌啊！刚那个，
哎呀，这两个人又在窃窃私语啊，真好。我每天都听他们叽叽喳喳，你知道吗？就，我们家还有一个人就一直在吃，疯狂的吃那个侦探星带货的东西。二十鬼头还在疯狂的吃星星他们带货的东西。你知道我真的很想，这时候很想转后置给大家看那个，但是因为小芬在 smoking， 我就转不了。我当然想给你们看一看。这个好恶心。御姐气的，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啊，我真的不懂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什么都懂呀？对，不要刷了，不要刷了。最近有点东西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最后转好了。我真的不懂啊，啥都不懂。我懂了我就不会凉了。就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大家哦，这个真可以。大家熟知的八卦，我一般都是过一个星期，然后有人来跟我说的。啊，那你装什么？我真的啥都不懂，然后啥都不懂。那你是抖音大单身？我抖音纯欲哈，哦不是，最纯男子，最纯男子。啊，老于给我发消息了，发了什么呀？张艺兴他们去逛街了，但晚上不知道会不会过来打麻将，因为他们十二点就得睡，你知道吧？我也想看。好累哦，真的好累哦。我们家每天都这样，我们家每天都这样。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在说。嗯，李佳华一起去吗？我不去啊，他们连今天炸金花的人都没有。我去干嘛呀？我等下播一会儿，下播剪视频。我们下次去岳女家玩那个吧，玩十三水，教你们玩，很好玩。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一个扑克牌的游戏。哎呀，谁不会啊？什么？输赢大不大？不大不大，打5块钱。不大不大。啊也1000多嘛、姐妹们，刚刚那个人很，哎呀，可多能力啊！刚刚我跟王胜峰很像这一对儿。真的，他们就是这样的，他们老了以后就是这样的，很像我跟王胜峰啊！他们老了就是这样的。我们老了不是。你们老的最多就皮肤再紧致一些，是这样吗？这话最多的就是李晨，怎么变单眼皮了？因为我这两天脸肿，所以眼睛也有点肿。不是拔牙了吗？大家都不关心我，去我的某博看一看我拔牙的脸肿照片吧。啊，那张照片快1万。但是你家有扑克不？快1万张。扑克有？没有？你们没有？没有？可以买吧。我要教教你，就真的很好玩。是吗？可好玩，输钱的。嗯。是叫什么游戏？叫十三水，但是可好玩。十三水。就是每人有13张牌，然后你要分层，就是有1层、2层和3层，头顶上是3张牌，中间是5张，尾巴也是5张。然后你要排列、那个、哎呀好复杂呀、啊、哦，我大概玩过排列总那个什么，嗯，然后就是对子嘛，就是单排对子，然后顺子，同花顺炸弹那样子的。那不是有点像炸金花吗？有点像，但是又不一样，它是底水，嗯，就可好玩，我们经常在家里玩，要不要下次去玩？哦，就是看你排列的那种排的好不好。对，其实然后几家就互相比，就是假如说你的头，你第一层你输给我了，那你就输我一水，然后第二层你输给我了，你也输我一水，如果3层我都把你打败了，智商不高的样子，没就翻倍了，就输我。说话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，就可好玩。嗯。哎，小李嫂今天在。那又如何？听得好认真，没有，因为他说能赢钱，我就想学一下。李佳华像蓝魔，你爬呀你！哦、好好吃呀、啊，就是那一种。下次给我煮一下。好，下次我们吃宵夜。你走吧。你们现在就走了。叶子好了没有？你问一下他，他肯不问题。我问。可怜的李佳华。
李家姐妹们，李家华又要在家里做孤寡老头了，你孤寡老头，李家华在家里做孤寡老头。啊？你问问他叶子。哎，衣服是舍不得脱下来的。啊。但他生怕我穿走啊啊啊！穿一件会怎么样呀？不会怎么样。对啊。叶子打牌厉害的。他真的可厉害，很厉害吗？很精，他很精。其实打网上麻将很精。我之前打网上，我也很少看他输。王哥，你去取点钱来吧，我感觉今晚有你输。你少输点，做丧气哇行不行、啊？你看他鞋印给我踢的。是你的鞋啊，就不是我的鞋。做丧气话先别讲，先抽自己三大嘴巴子，呸呸呸！没有，我老婆只有我老婆会赢，要不。赢三家，你干嘛呀，王师傅？哎，等等我，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过来过来。好夸。你干嘛呀？我们两个今天拜拜。那我也来拜一下。你不行，你不行，走开，这我们要赢钱。好累啊，每天在下面。我应该坐在那儿，来我坐那儿吧。好累啊，我真的好累啊。好，好，今晚要赢钱了。赢钱了。今晚要赢钱，姐妹们，赢钱，今晚要赢钱。你头上洗一下再出去。不要打麻将，打麻将什么？我要卸妆了。不去卸吗？我在哪卸妆呀、啊？是卸妆油还是卸妆机？到处都有。卸妆油。哎，王师傅还蛮搞笑的、哦，他那天去我们卧室洗脸嘛，洗完脸你知道吗？他就把我的房间空调关了，他说省电。我说你有病吧，我还要进去睡觉。但你们真的要经常要记得户外关空调吗？对啊，我那天是以为我这就在李超直播间买的。我之前就是以为每个月我就固定电费可能都要几百块，结果上个月只有100多。什么？你都来我家蹭空调？屁的话，我来你家几次啊？什么？就是电费啊。我们上个月电费交1800，我家交1000多。这是商用的吧？不是，就是民用。这是民用的。没有，就主要是中央空调，你一天到晚都不断在那儿开着，那肯定费电。你几个房间都开了是吧？客厅也开，房间也开。没有，我一般是在客厅就会开客厅的，但是家里面24小时都开空调。你知道这句话的就没记住。没有。有。没有，真没有。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？没有。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？不知道。这个语气你听听。谁呀、啊？那我觉得唱的挺好听的。没有，没有啊！我看过他们现场的演唱会，这家属他们小舞很不错的。真没有，真爽吗？武侠城太油腻了。真爽啊！没有，真没有。我俩卖货吧，不卖了。最近没有想，目前这半年都没有卖。家里有车吗？我家有啊。